在香港呢，大部分的基金买卖呢已经非常方便，好像股票一样，除了可以每日交易之外，投资者也可以不同的渠道去了解基金最新的价格。大家如果想去认购基金的话，可以去到相关基金公司指定的分销商发出买入的指令和存入资金，通常已经可以即日完成手续，而认购的价格就会以基金最新的净值计算。同样买出是非常方便，由于所有基金的费用已经包含在基金的价格里面，当投资者发出一个赎回的指令，很快就可以拿回相关资金，而相对于股票来说更加不需要给印花税。時至今日，除了傳統的買賣渠道之外，也多了很多網上基金買賣的平台，例如 FunSupermart。 無論是開戶、旁行買賣已經可以全部在網上進行，可以說是非常方便。